我喜欢这个。这个。嗯。好。八。这个好看。Two。对对。Hello guys, in this vlog I'm going to ask Chinese people which one is the most handsome guy in this picture. One is from India, Ranbir Kapoor, Pakistan, Imran Abbas, and this one is Kavenik Tutluk, so he is from Turkey. So I'm going to ask Chinese people who is most handsome. So let's get started.这个是一个照片，然后那个是男生好看，你觉得哪个男生好看？嗯，我觉得这个好看。Two。对对。为什么你觉得？他五官比较长在我的心上吧。你皮肤比较白皙。嗯，好，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一个是腮红。啊，我要下雨。这个是男生谁个好看？啊，哎，过来，你们的搞死。好看啊。啊，那个是好看。这个吧。这个你喜欢第二个？嗯，我喜欢这个。这个。嗯，好好。为什么你觉得他是第二个好看？然后他觉得第三个？这个比较年轻吧。嗯。这个比较就感觉很强势。在门口等我。好好好，谢谢。你好，我们想问那个是帅哥里面。哪个是帅哥？啊，这个是帅哥。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觉得中间的。中间的。嗯。好，为什么你觉得是这个是帅？我觉得他穿了毛衣比较帅。啊，脸看看，为什么衣服？脸，觉得他的胡子颜色比较浅，看起来比较舒服。然后你？我觉得他的五官比较立体，然后他的胡子跟胡子是比较形状是，我觉得是比较有男性的那种比较 man 的那种气质，整体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好，谢谢你们。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照片，你觉得那个是男生好看？哪个男生好看？啊，中间这个吧。中间的，第二好。好 ，OK， 谢谢你。你好，我们做一个采访，你告诉我那个是男生帅，你们看看，没有问题。第二个。第二个。为什么？就比较好看，比较主观的审美。好，谢谢。你好，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哪个是男生帅？什么？哪个是男生帅？这个，第三个。嗯，好，谢谢。做一个采访，然后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三个男生的照片，你觉得是哪个是好看，帅的？最好看。第三个。你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好看，他们没有好看？嗯，他长得比较。就是硬朗一点，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39岁，就是他们的长相会比较就是精致一点。嗯，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硬朗一点。嗯，然后我比较觉得这种比较好看。好，谢谢你，谢谢。哪个是最好看的男生？哪个是最好看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年龄都是39。对。中间的眼睛好看，我喜欢中间的眼睛吧。嗯，你都爱听啊。OK。中间吧。嗯。你觉得是哪个？啊？你觉得是哪个？最帅。这个吧，第二个。第二个。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乔斌，然后你觉得哪个是男生？好看。好看，最好1号8。1号。哦。你觉得是？1号吧。1号。OK， this is one。OK， 好的。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好看？他们没有好看？因为这个脸型比较好看嘛，这个棱角太明显了。嗯。然后，这边这个稍微有点老，没有吧？他们都是36岁。他们年纪一样是吗？就是第一感觉吧。是哪个是你觉得是好看帅？二。你觉得？三。二号。你三？三号。我觉得他的。就这个。长得很成熟，感觉有种。嗯。就挺成熟的感觉，挺好看的。嗯，好的。你觉得他五官比较好看吧？嗯，谢谢你，谢谢。喂，你好，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哪个是男生帅吗？帅。嗯，好看帅。第二个吧。第二个。嗯，好的，谢谢。你过来。你觉得他哪个是男生帅吗？
啊，那个男生好看，我觉得第二个吧。第二个好，谢谢。这个是三个男生，你们觉得哪个是帅？哪个最帅是吗？最帅是吗？嗯，我觉得这个您，这个帅一点，帅的，谢谢您。我也觉得你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帅，然后他是帅。我觉得他帅一点嘛。为什么？为什么是吧？因为他的五官更加的有轮廓吧。五官轮廓，然后他的眼睛好看。好，你也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他那个这个太精致了，这个有一点点老气，然后这个就比较那个大叔成熟大叔风一点。他们都是一样的，三十九。哦，三十九岁，但他更好看一点，他帅一点。好，谢谢你们，谢谢。你好，请问，我想问一下，一个这个是照片，你觉得哪个是男生帅？我记得这个，一个，然后第三个，为什么他没有？也是为什么你们觉得大学和帅？你觉得大学？这个这么说完了。选择这位更成熟一点，这个看上去就是他的表情，那个就是很有精神的感觉。好，谢谢您，谢谢你们。你好，请问我想问一下一个采访，然后我想问这个是照片，然后那个是男生好看？哦，我认为哪个男生好 看是吗？第三个吧。第三个？这个。好。你好，朋友，你觉得那个是男生好看？第二个，为什么你觉得大学好看？因为我觉得第二个他可能就是感觉这个衣服比这第一个和第三个人能好看一点。谢谢。请问，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采访，然后这个是照片，然后里面三个男生，然后你觉得哪个是男生好看？这个啊，第三个，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好看？这有点像贝克姆。谢谢你。So guys, you have seen the results, and I will bring more content like this.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let's meet in next video. Until that time, take care. Bye bye.